您的帮助下上器械。 找到一个很好的握法的一个位置以后，教练员松手，他会开始动作。直接直臂直体压上呈水平的支撑，落下再压上呈倒十字，都是要停够2秒的。乔纳森，后摆上呈水平的支撑。 直臂直体翻成直角的十字，压上呈水平十字，然后开始屈伸的后摆上前团两周山斜成一个水平的十字，后摆上呈倒立。 前摆上后直两周720，盯住。现在的下法在吊环的这个项目上呢，全国锦标赛的要求也是有站稳加分的。